搜狐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黄晓明。嗯，因为你是金钟岳飞的投资人也是主演，那最初接拍这部戏的时候是怎么一个顺序呢？是先是投资人，然后顺便主演，然后主演的时候觉得也可以做投资人？是他们来找我主演，然后我就借着机会投资了一丢丢。一丢丢。那从投资的方那个这个方面来讲，为什么要拍这个剧呢？因为他是岳飞啊，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没有拍过岳飞到大荧屏，到荧屏，不能说大荧屏，对，所以值得去演，而且阵容又挺大的，对，制作也很大啊，我认为值得去演。我刚才采访唐季礼导演，他也说应该算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拍这个岳飞的剧了。对，而且他也说这部剧也超支了5000多万，那你作为投资人有没有担心啊？我不担心，因为他赚回来了，他超再多他也赚回来了。那再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现在的就是电视剧的市场，因为现在应该是以喜剧都市题材的为主，包括在年初的时候就是高希希导演的《楚汉真穷》，但是收视并不是特别好，你有没有担心这方面？特别是你是投资人的身份。有担心，我是投资人，我不担心钱的问题，因为电视剧收钱会比较快。对，我比较担心收视率。但是我们这个戏的一点点好处就是我们这个戏比那个戏更年轻一些。 对，就年轻人还很多，那爱情的成分也占挺多一部分的，打的场面也很多，那包括亲情的兄弟情的东西都描绘的比较好玩比较深刻，所以我觉得应该可能会不错。因为在合伙人中，就是我看你所有的采访，就是几乎所有的人第一句都说你是这部戏中演的最好的，那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另外一种感受？你们才刚发现吗？就是你们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才刚刚发现你就是演技比那个就是更关注你的演技而不是你的外貌，有没有那种不服气的感觉？没有，就觉得终于大家会觉得哦，黄晓明会演戏了，我挺开心的。其实只是我在这戏里边的突破比较大而已，可能因为之前的所有的戏多多少少都带一些我自己身上的影子吧。然后这部戏我听到最好的评价就是说，哎，我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忘了那是黄晓明了。对，我觉得这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这是对于我最高的评价。嗯，你觉得朋友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友谊？朋友就是应该平常可能不太联系，但是关键的时刻一定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对，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但是在娱乐圈中更会得到一种另外一种看法，比如说消费友情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怎么看？看哪种消费，有时候我是愿意主动被消费的。对，当朋友需要我去做宣传的时候我就要去，因为什么？难道我这时候不帮我什么时候帮？